嗨，大家好，我是邻家女孩小杰。我现在位在鹿草的一间合法农舍，我先带你们来看一下整体的感觉吧，上去吧。我们已经看完整体的感觉了，土地的部分呢，共有732坪左右。那我的右手方呢，种满了辣椒以及芒果树。我们还有自己的绿色隧道哦，就是这里，跟着我走吧。那我们看完了绿色隧道，我现在带你们看一下房屋现场的部分。建坪呢约有70坪左右，那我们有7房2厅4卫。那我现在带你们进去参观吧。物件介绍到这边，喜欢吗？影片下方有物件的详细资料及价格，还有360度环境配嵌上房屋。